Dan di sini kita hari sibuya pertama. Tidak kata mekumog, tidak roh kaji kita ui. Tidak roh, nasi laki-laki. Tanpa kita terpisah, tak sendiri dan dunia ini. Pertama, kita roh berada untuk lazim dunia.我是 Xbox 爱天使小爱，那小爱今天要为大家介绍阿 K 的新游戏 Foundusk。 那这款游戏呢，它是结合策略模拟人以益智解谜的一款游戏。那在游戏里面，玩家呢扮演着备受原住民尊敬的神明，就是我啦。那并且呢，要保护他们不受大自然的侵袭，还要帮助他们重建部落，前进新的世界。听起来是非常神秘呢，现在就跟小爱一起来探索新的世界吧 ，Go Go Go！我现在呢已经进入了 Foundusk 的新世界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神像呢，它是可以让我的人民呢在这边盖一个部落。那像我现在呢就要，地震了，还是海啸呢？那看这边呢是一个海啸来了，哇，好多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我的人民呢现在正在建造部落。哦，长出树来了。那在游戏里面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就是巫师。那因为呢，他可以去取得呢幸运符，那可以帮助你的村落呢不会遭受洪水的侵袭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有一个发光的，可是发光的信物，不过呢，它现在呢被水淹没了。那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岩浆，那在岩浆这边呢，按下 LT 键，把它吸收起来。然后在这边呢，按一下 RT 键。其实就像是有点在改变地形一样，因为这边呢就是旁边都有水嘛。那我的人民呢非常的怕水，不太会游泳，所以我必须呢要帮助他们先帮助巫师呢取得。我好像吸错了，吸到沙了。他先帮助巫师呢取得这个幸运符。来看一下旁边哪里还有水，还是我堵住了？哇，又爆发了！现在呢，在这边按下 A 键，就可以召唤我的巫师呢来取得幸运物了。我的巫师，因为我刚刚呢这边呢已经被水淹没了，所以就没有路可以走了。那你看一下巫师呢，他这边有一个白色的线嘛，那其实他就是会告诉你说他要沿着这条线回去。那如果线变成红色的时候呢，玩家就要必须赶快帮助巫师建造改变一下地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准备建造第二个村庄了。那像我现在要前进第三个村庄，这里呢有一条非常大的河流。那这时候我可以其实我可以先盖，像我现在用的岩浆嘛，按下 LT， 然后用左类比稍微动来动去一下，就可以建造新的路。海啸来了，可是呢，因为我已经盖好了第二个村庄，而且是在就是刚刚海啸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所以现在虽然来呢，我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呢，看这里嘛，我的神像上面有一个幸运物，它可以帮助我呢不会遭受海啸的侵袭，所以我现在呢专心的把这条路给铺好。那我第三个村落已经盖好了。接下来开始继续铺路。好，再一次。
其实用岩浆呢会比较，就是地形呢它会固定住嘛。那玩家可能都还是要想一下，因为里面就是有水有沙子，那水呢它一定要有地方可以流出去才可以，不然呢你盖再多高呢还是都会被翻盖过去。好，下一步这里封住的话呢，看有没有路可以走。现在水往这边走下去了。好，我的巫师来了，这边往这边流下去。好 OK， 我的第三个村落呢，你看刚刚有法力把这些水都阻隔开了。那现在呢，我就可以召唤我的人民前往下一个新世界路口了。那我刚刚已经铺好路了嘛，那等他们过来就可以了。哇，好可怕，火山啊，差点侵袭我的人民。还好有我这个超凡的神明呢解救了他们。那其实这款游戏呢，小爱觉得在时间上运用呢非常的重要。当玩家进入新的世界之后呢，记得一定要先探索所有的地形，这样子呢才会有足够的时间呢可以改造地形，并且呢也可以帮助人民呢不会遭受大自然的侵袭哦。那我们下一拜再见喽，拜拜。